里面。那是蛋蛋吗？在哪里？我看。在哪里？这个，你看。哎，不是，我吃了。我再给你看而已。茶叶蛋有很香吗？哇。你这一次这样，哇！哇！哇！这么好吃的日本那个茶叶蛋呢？我拿碗。那拿什么碗？妈妈，我拿碗。吃茶叶蛋还要用碗？爸爸，因为我点会，因为要加在这边。哦，这样才不会掉地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这里还有菜菜。这是菜菜。因为你有吃到的东西才会掉到下面是。对呀，那是谁教你的？老师教的吗？一下子一颗茶叶蛋就被你吃光光了。我要干杯啊！爹爹在这里吗？我怎么喝光光呢？这就。